还是我帮他们翻架，现在把它倒出来，因为实在是太重了，所以还是交给妞爸爸。你看这个跟大哥那一样，他后面有一把这个 Omiyogaki 的这个刀，前面是不是写水呢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是写 water， 同一个系列的，没错。再过来给你倒着看，看它是一个龙的脸。噔噔，然后它这个水里面有一只龙脸，那我知道了。是哪一招呢？是不是蛮重的？这个有分量，应该蛮大的。OK。噔噔，有哎、欸，然后你看它，这是288只第69号，这个比作这个漩涡，它漩涡比穿高跟鞋，它其实是穿高跟鞋的，穿高跟鞋，它有斑纹，出斑纹的吗？哇，等下来看看，先把所有配件都拿出来好了。还有两颗头，有两个头。你看这个龙，哇，有龙珠了。没有，它这个的话是哪一个招式？十字形。它是不是有个字招式叫做溜溜妹还是什么？溜溜妹。来看这把刀，这是什么招式？龙的血。大家看一下头部的特性，这水龙头啊，水龙头，把头发露出来，水龙头，哇，等等哦，他看他这个龙头是有点点珠光的，然后他有个反光的感觉，很美。你看他嘴巴，等一下，还没中。舌头里面，舌头里面是。不要摸他舌头，咬你。别急。哇，这个手指。整个渐层感。我要抓。他就在抓他的龙须。那龙须是感觉小心哦。哇，这个怎么接起来？为什么别人的长那么好看，我的龙长这样黑底的？你的须须装错边了啦！对啊，往后小心哦！该不会说你最喜欢那个龙头吧？对啊，你知道。你们最喜欢水龙头。
日出傍晚的头部。我怎么觉得你刀拿错了？那就是那样，是吗？是那样。对啊。是刀是往前砍吧？对啊，就是这样。我刚刚是砍自己。哎呀！哎呦，龙掉了。好了，我觉得 TNT 把他们每个招式啊的这个，像这种啊，那细节都做得很棒。你来看他龙爪的肌肉感，那是什么？主要他的涂装啊都是有渐层的，而且他是不是有点珠光？嗯，珠光色。然后你看到、啊、他把这个水的部件也都做出来，对，水的纹路在龙的身上的感觉。而且以前这种像水啊，会有些是用透明件做，然后但是它这个话是用喷石色的，对。但是石色的话，我觉得它的彩度更高，翼勇啊，它的那种跳要出来，要往前冲的感觉的力度有都有做出来。然后还有多附一个粗斑纹的头，因为要换成粗斑纹的头。就是那种最怕的那种脸部的眼睛啊，很奇怪，对，但是这一只不会。他的厌世脸没有做出来，对。没错，布的皱褶啊、柔软度的感觉都有做到，然后还有他的涂装，我觉得他的涂装是，他这边比较像那种有点像幼考期的感觉。对，说这个水的地方是亮的，对，像那种釉的感觉。然后把它旋转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细部的地方。你今天是一个旋转台，没错，牛霸旋转台。上一只大哥，他的那个，这是水的，这两尊那个 GK 啊，他们每个表现的那个力度，还有跳跃感都有做到。对，主要是我很喜欢他们的脸部表情，他们脸部表情真的做得很到位。看哦，黑眼圈那是大。黑眼圈，哪里有黑眼圈？你看黑眼圈。好，不要让他装了。应该是晚上打鬼没睡觉。对，他晚上专门打鬼没睡觉。那你喜欢我们《鬼灭之刃》系列的 GK 开箱，请把我分享给你喜欢《鬼灭之刃》还有义勇大哥。有没有？几点收看我们的影片呢？七点。没错，每天晚上七点更新影片，记得准时收看。那我就明天见啦，拜拜。Yeah.